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乙醇呐、啊，乙醇溶于水后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，水溶于呈碱性，这个错了，水溶于呈中性呐、啊，它不会解离，哦，他说可导电，不会导电，这不能导电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水溶于呈酸性也不对了，哦，是中性的 C。水溶液呢呈中性不导电，这个对。哦 ，D， 水溶液呈中性可导电也不对，没办法导电的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